哇，好多的选项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台南的老友小吃这里哦。这家老友小吃，它是之前有个陈大人他跟我推荐的，我就觉得很好奇说到底这家店有什么魅力，会让他觉得这么热烈跟我推荐呢？这是三鲜煎面呢，这不只有味觉的享受，连视觉都满足到了呢。虽然说这一道菜要160元，似乎没有很便宜。哦，虽然说味道好像有点清淡呢，如果你们的口味不是像我这么重的话，你吃了应该会爱上它。整体来说，我会给它4.2颗星呢。如果口味可以更重一点的话，应该离5颗星不远它的味道也是有点淡的，但是你一口咬下它肉片的时候，你能感受到它牛油的香气在你嘴巴散开来，还有它牛筋也卤得非常软嫩。但可能是这家店的味道比较清淡啊，我吃起来只有淡淡的药膳香而已。留一点，等等煎面来用。哇，它的这个辣油炒得好香哦！一倒下去辣椒籽的瞬间，它的香气就从你鼻腔灌到脑门里。我觉得我的脑袋今天快爆炸了。没有想到店家附的辣椒油，它可以让单调的面条与肉块顿时结合在一起。啊，虽然说吃了碗这碗牛肉面，我现在满身大汗呢。OK 啦，现在吃一口没有泡到汤汁的部分吧。只是很单纯的煎面条的口感呢。我们还是好好让面条与汤汁融合在一起哦。哇，好来，面条搭配的小卷丝，我刚咬下去的时候，小卷的鲜甜在我嘴里爆发开来，然后随之伴来是台南羹汤拥有的一种甜味吗？哦。再来吃吃看它的虾仁吧。
各位必须提到的是，他这盘三鲜煎面完全不马虎哎。这个煎面打破了我对这家店的三观呢，我还以为他们的东西都很清淡，这个煎面完完全全符合我的口味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再把剩下的辣油都加下去吧。在这种快炒类食物上面加一点辣，可以去提升食物的另外一种香气。满足啊！可是没有想到能在一早吃到这么美妙的食物。那已经吃饱了，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吧。我们终于回到南港这里了，没有想到两天一夜台南游行程竟然可以这么的丰富啊。这次台南游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就去吃了我觉得一间感觉还不错吃的餐馆。虽然说它的牛肉面表现可能就一般般而已，可是我们后来吃到的三鲜煎面，哦，那个煎面让我现在依然无法忘怀啊！甚至在刚刚要坐上高铁回来南港之前，我还在台南一间非常在地的店家点了一份鳝鱼意面，还有什锦炒面。可是谁知道，那个炒菜的老板就是我的观众。
感谢你啊。老板他非常的客气啊，今天我点了两份面，他竟然全部都招待我，甚至我想要塞钱给他，他都拒绝。如果你们问起我说这家店它到底好不好吃，推不推荐，也许这些都不用说，因为我会去吃的在地店家就是我喜欢的口味。我喜欢那一种不由装潢来修饰店内气氛的店家，而是专门就用口味来打口碑的。虽然说老板他的店并没有那么光鲜亮丽，而是说他门口的传统立牌就树立了整体的形象，可是他会是在地人心中永远的那一个美食。那今天旅程就到这里了，要好好珍惜你可以出外走走的时光呢，抓到机会说走就走，好不好？各位再见喽，拜拜。Thank you.